观众朋友们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地方吗？要是你眼明手快的话，已经看得出来这就是正板蓝之宝之一的新发板蓝烧鱼啊。没错，今天咱们团队就是要带大家来这个人潮络绎不绝的小小小贩中心里头一块吃烧鱼。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非食不可第23+1集24集。今天很开心，我们又回到板蓝这个地方。板蓝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像当年第一集第21集的时候，我就是在板蓝被绑架的。那时我是多么的惶恐，多么的惶恐啊！板蓝小贩中心里头，这个新发板蓝烧鱼是许许多多网友都极力大力大力推荐推荐的。当然除了一些长相极度正常的鱼类以外，这里还售卖烧冬啊、各种蔬菜类啊、拉拉小螃蟹啊，当然最重头戏还是回到这个长相极度不正常的魔鬼鱼身上。在我看来，为何魔鬼鱼会如此受欢迎呢？大概跟它是软骨鱼的身份有一定的关系吧。吃魔鬼鱼不容易吃到鱼骨头，鱼肉都可以大快朵颐，大口大口的刷来吃，这就是为何美食界总让它占有一席之位啊。再来，板蓝烧鱼吸引人群的部分绝对也是这个，这自家辣椒酱的处理啦。新发板蓝烧鱼那又辣又甜，令人又爱又恨的酱料，自然吸引了一批忠实粉丝，再淋上一些些的酸甘，你告诉我谁能抵挡得了呢？没错的，现在呢握在我手上这一盘就是香喷喷的板蓝烧鱼啦。好了，那我就吃一口再来继续哦。我受不了啊。桌上满满的都是菜肴哦。到底该先吃哪样好呢？好吧，先吃这个烧冻。哦，先来点酸甘。When my rainbow rhythm starts to play, dance with me, make me sway, like a lazy ocean hugs the shore.A flower bending in the breeze, burn with me, sway with ease. When we dance, you have a way with me, stay with me, sway with me. Other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 yeah,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你好，想问你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做好一盘好吃的烧鱼，三大要素是什么？要新鲜，辣椒要入味，还有它的火候。好，那想请问一下，烧鱼最好吃的一个部位在哪里？那想问老板娘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主持人这样好笑吗？
特别鸣谢汽车与电器赞助。